如果你刚好打算换工具，那就看一下这款无尘切割机，切割木材灰尘都会跑到这个袋子里面。就是这款五寸切割机，切割深度可达40毫米，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切割方式，想切割什么只需要换上不同的锯片就可以使用，最大可装125毫米锯片，对准压板凹槽的部位安装即可，再加以固定。它采用纯铜电机，持久耐用，1800瓦超大功率。再把防尘袋套到连接处，使用过程带有45度可随意调节，切割深度都可调，切割食材可搭配这个水管使用，有条件的老铁可以搭配这个吸尘器使用，不管切割石膏板还是石材，不仅工作效率高，而且除尘效果更好。切割机要用就用无尘切割机。